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遇，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光汉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其实我们从中间分了两边，这一边是一对，这边是一对，可不可以看哪一边的尖叫声比较大声啊？许太太们。哎呦，那边有人惨叫，那边有水烧开的声音，各位准备要去把那个瓦斯关起来哦。家燕吓到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们先问一下光，给柯家燕一个尖叫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对我们。那尤其是光汉，既然这么多许太太在现场，想问一下，到底黄宇轩跟陈韵如哪一种类型是你比较喜欢的呢？陈宇轩啊，可以综合一下，融合起来的感觉啊。那还是说像柯佳燕本人的个性，你更喜欢一点？我本人的个性非常赞，啊，非常听得懂我的暗示，太好了。是的，那佳燕呢？听说一开始为了融入这一群年轻的演员们，还主动做了一些不礼貌的事情。请问你是有将魔爪伸到光汉这边吗？是，没有，我有主动跟光汉跟施柏宇开开玩笑，因为他们两个一开始都非常的拘谨。对，因为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他是前辈，或是你为什么到今天还是要这个样子？就是会比较尊敬他，但是其实就是佳燕姐就很 nice， 不要就是直接先放下这个架子，然后融入我们。那有开了什么样的玩笑吗？不好说，好，没关系。对，最近啊，佳燕，我看到你在你的社群文章上面有说，最近在练团，差点跟831乐团来组成了三八鸡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看看今天晚上。你竟然还说出，如果今天没有得奖，你索性直接加入831这件事情。对，我可能会加入他们，变成他们第一位女团员。哇，我们先来听听看佳燕的歌声怎么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好像差不多。对对对。没有，其实光汉呢，当初是以本来想以歌手来进军演艺圈，对不对？所以能不能现在来请两位一起唱一下《想见你》最经典的这首主题曲呢？想不想听？想不想听？啊！来，我们歌词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有没有看到前面《想见你》的开头？在哪里？来来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假装看不到是不是？真的假装前面有东西吗？我为各位稍微起一个《想见你》，只想。OK OK， 那就来。不然我唱太多，我会被许太太打。来，赶快，大家一起唱，一起唱。献丑，一起吧。好了，就我们来唱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，人海里相遇。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太好听了。刚刚佳燕在旁边呢，内心帮我们打节拍，也是参与了这段歌曲了哈。唱得很小声，很小声。好，希望呢想见你今天晚上能够大获全胜了哈。那光汉的部分呢，下一步会想要往什么方面去挑战？应该可能觉得类型片吧。类型片，对啊，比如推理啊，戏剧吧，对啊，推理或动作等等，写实或者动作也有可能。好，那最后面再温馨的给我们现场许太太们一笔一个爱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许光汉，谢谢柯佳燕，里面请。